看到师傅还不跪下。哇，头发好白哦。真的，这样很白吗？可以，希望今天不要太热。这是我们今天造型的操盘手。没有，大家都自己来。我们的造型都靠他了。没有。第一次体验总是要个师傅带我们入门。可以啊，跟大家认识一下。水师呼吸。大家好，我是南果，现在我们在博尔，今天是 coser 一年一度的大会，我们只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粒沙。对，今年的人真的超级多的，非常多人，各种角色都有。你看那边，哇，食物你看，哎，看他干嘛？我就在这边走。因为会有那种玩生存游戏的玩家，他们会很喜欢这种。对，然后就来这边看，然后就签下去了。这个阿嬷很厉害哦。来，换你了，穿的。帮妹妹这样子调整之后，好合身呢、哦。嗨，珍姑，哥哥扮的是枪兔。你看，好帅哦。我要弄鞋带，因为要帮你固定在脚上。这个是徒弟应该要做的事。今天是我第一次做 coser 初体验，我扮的是玲珑左近次，我的徒弟，连穿鞋子都是一种技巧。你把卡塞烂嘞！我现在要把它垫高，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。把那个头发抓出来。我终于扮成了，请叫我师傅。师傅，师傅好。哈哈哈！哎，扮这个角色有个好处，就是不用露脸，知道吗？不用化妆。请问你是凌霄还是？好嘞，啊，他们都叫我凌霄。好久不见。哎，我们来打篮球，因为我也要把它抓好。他真的很可爱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表情，真酷！哦，妈妈准备什么？你跟姑姑说你扮演什么？枪兔。你可以讲话吗？我可以讲话呀。我看到了一个蜘蛛人。有道具吗？我们在其中是好朋友。是啊，是好朋友啊，而且他会追杀我。钢铁手我知道，就是帮人家打造刀的那一个。对，对不对？帮他找打造刀的那个。没钱了、啊。这么久没有来出席这样的活动，有没有什么心得感想？就是人一年比一年多啊，而且大家都很厉害。很活络就对了，卧虎藏龙的，对，以前朋友现在都变得更会出脚。那你这样子有没有燃起了你的那个斗志？我在，我再休息一阵子好了。老了。哎呀，非常感谢你，就是带领我们来参加这样的活动。不会啦，我
觉得这个活动很值得推广，就是大家应该要来多认识一下，可以体验看看，真的很好玩。装扮的非常好，哪里？而且今天看了很多 coser 都非常厉害，希望我们明年还可以有机会再来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